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日咧就系玩一只咧，一只叫做口袋猫猫嘅一只游戏，系啦，呢个 Android 嘅小游戏啦，我哋揿入去先啦。好，一揿入去咧就会见到一个嘅图片啦，并且左下角写住抵制不良游戏，拒绝盗版游戏，注意自我保护，太快啦。咁啊，都睇得出佢有呢个好好咁保护呢一个知识产权啊，系啦。咁啊，谨防上当受骗，适当游戏益脑。沉迷游戏伤身，合理安排时间，这个的著作权人 ，OK， 咁我哋快速注册，密码是但啦，请先阅读咯 ，OK， 开始，好啦 ，OK， 咁啊，不产党首发7月8日10点重磅登场，咁今日系16日，所以其实系玩得嘅 ，OK， 咁啊，如无意外呢，咦，一削。哦，一二三四正常啊 ，OK， 好啦，我哋睇一睇呢一只系如何嘅玩法啦。咁啊，非常之好啊！呢、這个公告就系我最中意佢嗰个抵制不良游戏、拒绝盗版游戏呢个啊，非常之中意。好，我叫大木，大家都叫我大木嘅。好，佢呢度嘅生物啦，有啲人会亲切照顾啦，有啲人咧会指挥佢哋进行动作。至于我咧，就系、作为一个博士咧研究佢哋跳过啦呢度。哇，系好啦，咁啊呢幅图咧，大家如果有玩过嘅都知道嗰个地方喺边度啦，即系个出处喺边度嘅。OK， 古怪的奇拉蒂纳。OK， 哇，你系咪玩我啊？我咁样随机一个古怪的奇拉蒂纳，跟住你话俾我听已经存在，纯洁的大力哥。OK， 鲁莽的虎虎，喂，冇摩哈力斯，系玩我啊！我如果咁样话，诶、欸，有啦，风度的马骝拉 ，OK， 接下来呢个故事要开始啦，充满梦想同埋冒险嘅世界 ，Let's go， 好，冇 VIP， 冇肉食，冇疲累，冇体力，冇扭蛋，首款绿色版口袋妖怪手游，哇，签到啊嚟啊 ，OK， 先打个招呼先，诶、欸，仲未瞓醒啊，请你帮我传达一下，一身嘅咩啊？都唔俾人讲嘢嘅机会，好啦，唔理佢啦，先同姐姐大人倾偈先。琴晚激动瞓唔到啊，系啊，好激动啊！琴晚要成为一个合格嘅训练家咧，都要沉稳一啲嘅。OK， 有个少年嚟揾我，自称系一身嘅强敌。好，嗯，班格拉斯上架拍卖行了。好。诶、欸，你终于到啦！头先话你瞓紧觉，唔好讲出我的名字。点解啊？唔俾人讲啊个名字。我提醒你咧，训练家系唔好做噶。我哋攞呢个自己嘅精灵先。哇，就系呢只嘢啊！就系呢只嘢啊 ！OK， 系咪好兴奋呢？咦？哇，佢呢个球火喺呢个球我未见过。奇异种子啊！咁啊，唔拣奇异种子啦。呢、這个无号无。呢、這个嘅系啦，唔使问都知系呢个水箭龟啦。咁啊，呢个就系小火龙啦。OK， 咁样的话咧，我哋就当然拣比较容易玩嘅水箭龟啦。OK， 好，都好少可会用水箭龟啊。OK， 挑选哪只有好强嘅实力？有边只你唔系话好强嘅实力啊？就算你一开始俾只波波，我都话好强嘅实力嘅进化。好啦，什么皮丘正在进化 ？OK， 啊，几特别啊个画面都好成功进化啦。咁啊，记得要进化，提升不少能力啊，可以离场战斗啦。好，如何玩法 ？OK。好，小俊前来挑战了。哇，史诗，感觉有啲不妙。OK， 电击嗰连环腿，快进电击。哇，会唔会太快啊？快得滞，我咩都冇睇到啊。快得滞啩 ？OK。首次汇报咧对战嘅心得啊，心得体会。
我最想睇下佢嗰个交易系点样交易法，佢个交易行。好 ，OK， 好似放心不少。Go， 佢呢个系点样移动法噶？我呢度有个摇光嘅，好，都几多人我见到，成个地图都系人。我在草丛中移动，寻找野生精灵战斗。哇！我都唔知睇紧啲咩，大佬无端端行过之后又白晒光咁样，炸叫物攻减二，电击背包，精灵球，哇！要我捉波波，仲要用高级球去捉波波添。好啦，成功捉到一只波波。OK， 今日经验上限，成功捕捉到新精灵，回到去找大木博士。OK， 只要不断削弱，然后用精灵球 OK 啦。越系强大嘅精灵咧，捕捉难度越高嘅。对你有利，帮我攞包裹。攞咩包裹啊？精灵上阵。嗯？精灵上阵？诶、欸，新人都要经过我呢一关。好多班嘅 live， 见到佢上架交易行。呢个咩嚟噶？哦，有啲咁嘅嘢 ，OK， 唔理啦。哇，喺窒下窒下嘅，可能系我电脑问题啊呢、這个。咁啊，先用电击先。哇，劲快手一嘢电，嗌都唔识嗌佢。你是第唔知十万名，捉到了急冻鸟月见山。啊，咁快我申请表格，酬章嘅迷你龙。有几抽象？睇下先，交易行喺边啊？呢个拍卖行系嘛？完成七至一先开啊！哇，咪有牌，依家先二啫。身为一个职业嘅训练家，随身要携带超强精灵，有时都要活动下，呢、這个就要必须考虑嘅嘢。出嚟啦！你个气势好足，低能嘅。好，唔理啦，走。哇，系。一踩草丛即刻窒，哎，美立喎、啊，连环腿，连环腿个动画都未完结就已经完结咗个战斗啦。哎，嚟啦，小女孩娜娜子，嗯，好啦，呢块牌系嗰啲。Pokemon 嘅文字嚟嘅，点啊？咁你都唔死？大家都系稀有精灵嚟嘅。咁我哋趁呢个时间就去了解一下嗰啲精灵嘅分别啦。咁啊，性格勇敢啦，佢就列咗性格表嘅对嗰个嘅增益效果同埋负面效果嗰个嘅加成嘅。然之后我哋睇下呢个升级啦。升级就系呢啲糖嚟嘅，跟随中。咁佢嗰个咩啊？佢有个稀有喎，有啲咩特别？点样进化？等级不足，我要升个咧先得嘅。然之后咧，仲有啲咩可以睇啊 ？OK， 有妖精啦佢。然之后咧就仲有啲咩睇啊？个体值咯，稀有，稀有度系稀有。稀有代稀有系咩事？代欧奇希斯捉到咁巴闭嘅咩？哎呀，我隔篱见到有只黄金绿毛虫，隔篱嗰个精灵缩逃逃走得啦，系嘛呢啲咁啊二打六，系睇到黄色嘅呢、這个，哇！你只精灵好似好少见，俾我睇下佢嘅表演啊！表现，嗯，好啦，呢啲系嗰啲好后期嗰啲嚟咯，已经。好后期嗰啲咁嘅古惑仔话，哇，即系老鼠仔，连环腿，好瞬间踢死咗，好走，哇，设定嗰度可唔可以教一教咧？可唔可以唔好一踩到之后就撞到怪嘅时候即刻就闪咗入去 ？check 下先，设定系点样揿啊？右键。电脑挑战图鉴在边度啊？呢、這个啊？呢、這个？呢、這个唔系喎。
唔识揿，你可以照行。哇，使唔使咁快啊？行咗两步草啫。好，瞬间秒杀咗。咦，牙珠过到啦。诶，咩啊？准备出发前往常青市帮博士攞包裹咯，有咩问题啊？啊，要问呢条友啊，原来唔系啊嘛。OK， 消耗糖果嚟加经验值，继续。询问商店小哥有关药剂嘅使用，强力精灵快龙。前往精灵中心唔使啦，系嘛？出现拍卖，我想睇下拍卖行啊，但要玩到七至一，依家几多我想知。我哋望下依家系几多？依家二至五啫，孵蛋点样孵蛋化？放上插呢个孵化槽嘅时候，已经自动筛选好蛋组。孵化嘅双方必须属性别不一样啦。无视蛋群嘅百变怪，新孵出嘅精灵个体值同父母亲双方嘅个体值有关。性格特性随机，带呢个携带品可以锁定单项个体值同埋性格特性啊。OK， 呢啲应该唔关我事住啦。呢啲，嗯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应该山重啊，有排啦。我呢个火箭兵团嚟，好串喎、啊，精英训练家，诶出雀仔啊，美立喎、啊、，OK， 电死，应该要用咩啊？连环腿先得。嗯，喂、哎，电死咗啦，飞人嚟，轻松搞掂啦。哈哈，虽然我有放水，但你嘅操作咧算系唔错。OK。帮迷糊大叔找到贵重之物。嗯，好啦，搞掂啦。订阅福利系咩啊？我哋睇下订阅福利系啲咩？水军上架，精灵变强。OK， 努力提升精灵进化个体值、努力值、精灵性格。OK， 佢冇讲话咩稀有嗰度嗰啲喎。反而点解鲤鱼王系咩嘅？鲤鱼王系咩史诗啊？我记得好似，我哋睇下订阅福利系啲咩？去订阅就可以送一个基拉奇礼包商城咧。呢礼包商城唔关事。月卡、地图传送、远程恢复、快速捕捉、NPC 扫荡、快速入口功能定人口啊？入口一键扫荡啊 ？OK， 听落好吸引啊！嗯 ，OK， 要做咁多任务先入得嗰个城镇，唉，依家三至一，我预计如果玩到七至一就应该系接近华南市啊，系啦，或者嗰度应该有提示华南市啊，嗯，嗯 ，OK， 望下啦，拍卖行，深灰市边度系深灰市？我冇听过。冇听过呢个咩城镇嚟？嗯，呢个又系火箭兵团，你系咁周街问火箭兵团嘅人。啊 ，OK， 强大精灵代欧奇希斯，嗯，大宝博士嘅包裹，吓、啊、要同佢打仗啊？已经饥渴难耐了，唔使咁饥渴难耐啊嘛，面对一个靓仔。店长前来挑战了，皮皮啊，皮皮就用电啦、啊，哇，学得十一，照电，我就死啦，我只比加超死埋，唔要啊，我做只车厘龟，喷泪水，赢啦，史诗喎呢只又，哇，仲有粟尾巴冲击，哇，要尾巴先。啊，其实唔系、哦，直接用水好似好啲。诶 ，OK OK， 就咁啦。哇哇，做咗啲咩啊？实力不足，黐筋啊！我有乜可能实力不足啊，大佬？恢复 ？Oh my god！
我居然会输俾呢个咁嘅店长。首款绿色版，点样为之绿色版？你不要着急，患者喺边度？就在你眼前。你嘅精灵呢？系我系患者，攞精灵球装住我。我哋冇呢个服务喎。攞精灵球装住佢，正喎。如果对人用，唔知点样？喂，上上唔到去。轻咗机，系咪轻咗机啊？轻咗机，唔知发生咩事。斋睇嗰啲剧情几过瘾嘅吓，健康游戏公告。嗯，好啦。嗯，诶。OK， 开始游戏。我知道了。好啦，唔会一入嚟就棘死咗啊！喐到啦，哇，我又嚟，喐到啦，喐到啦，哇，咁多喷火龙啊，点解呢度黐线嘅？哇，大佬啊，点揿啊？玩我咩？失眠的比比鸟，好，精灵恢复完成，都几麻烦喎恢复。一去到嗰度，你又要揿个 A 掣嘅，仲要一大班人喺度，要揿掣都唔系咁难，都唔系咁易啊。好啦，依家就要去打赢嗰个咁嘅死人店长，冇可能输啊。嗯，一定系做错嘢，应该一开始就用格斗技打一只美鸟啊，系嘛？一开始。有冇啲加攻击技？应该冇咯，咁低咧，应该未必。诶，皮皮开头嘅咩佢？唔紧要啊。嗯，佢唔系有咩咩？定我记错咗啊？哦，睇下我记错咗啊。赢啦！头先可能冇升咧，冇。哇！连环巴掌冚咗四啊！喂，搞掂啦嘛？咩啊？泰山阿弟啊，麻痹咗嘅，滚筒唔好啊！唉，赢啦！哇，好难打佢都，果然只系做店长嘅料，梗系啦，继续喺度卖嘢啦你，唔好谂住阻挡我呢啲未来嘅栋梁精英训练家，限制人得唔准入去，臭小鬼，我哋啲火箭兵团话一不二啊，表哥。大佬，见到沙煲咁样咁大拳头未啊？哇！呢个大佬真系犀利喎，呢个系天王嚟喎，算你识趣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行就行，等唔可以入去。即系我都咁样咪得咯，我揾大佬嚟，我揾大佬照我咪得咯。OK， 我哋入不入去啦？嗯，好啊。点样揿啊？个A 掣又难睇喎，呢个位闪光水若鱼梦之狩猎场，我都玩咗好远嗰度，三至五系咯。预计我谂华南市左右就应该去到咩咯？有冇睇地图啊？喐唔到，竞技轻咗。常青市啊，佢嗰啲城镇名都改过嚟嘅，可能深灰市就系华南市咁解啦。好，咁啊，今集时间玩住咁多先啦吓，呢一只嘅叫做口袋猫猫啦。咁啊，暂时咁啊，暂时都觉得还好啦。系啦，咁就唔会点样弹机啦，同埋都有一个唔错嘅剧情啦，系啦。咁啊。睇下大家仲想唔想睇我玩呢一隻咯，系啦。好啦，咁就已经轻咗机啦，冇错啦。咁啊，中意嘅记得 like 同埋记得订阅我频道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